是伊。想怎我阁会梦到迄个叫余德胜的查甫人啊？顶一届面梦梦到人，已经是十几年前啊，嘛是因为梦到爹地叫爹地一名，才会改变我甲伊的命运。这届到底是啥物意思啊？啊，想怎这余德胜竟然和我连续两天拢梦到伊啊？是你啊！出去啊！出去！咱是后一班啊！你若是赶我出去哦，我就甲你进落去哦。不，你我当小明，我当苦，但我是温人哦，你唔当这是错产啊！就车，讲过他所讲的，我咧想，应该就是真无对啦。啊是讲，这常常有人咧跋落水呢，啊来这是要创啥？忘唔掉，就是这。就是这吼，你确定吼？好，安尼我已经完成任务啊，歹势，我先来。你袂用走，啥咧救我？救你？啊是边个救？都，我先跋落水，你再跳来救我。哦，我讲拜托诶，伊桥道诶小姐，我真正唔知你咧想啥呢。虽然讲即卖天气啊，春天啊，真舒适，啊，不过你唔通咧消眉体好无？拜托，头壳较清醒诶，你唔通逐工咧幻想啥物英雄救美剧情好无？拜托，我只是想要破解我诶梦。若是状况是人为诶，无得靠未来就会当改变啊。你卖遮尔无奈好无？才是命运决定，也不是我。我顶嘛就想要摸清楚，到底我的未来跟你有啥物关系啊？你会当找警察，警察是人民的猫，你绝对来倒三角，唔通找我。再见，阿唔对，最好再也不见，好。余德胜，余德胜。救我！你好，我真正无同款。他是为着要救你哦，我刚才你平安活起来，我看到啊，我看到你的死。来，哦，对啦对啦，我当下要哦，这个叫你惊死啦！哇，你平安游泳，你唔得较早讲诶。好刚才我无心挂了汤怀，好心要转来看你，啊，无你真正即马淹死啊，你知无？不是啊，所以我还是啊那。
我无想要你死啊！大家失礼啦，拢是我的错。大家，我问你，有一件真重要的代志，你是不是未记向我报告？我是不是交代你，甲以桥见面的每一个人，拢会详细我知影。是安怎有一个人，你偏偏闹交去？头家，可能病人较济，我袂记下啦。就是上好的朋友，余德胜。进前是阮妈伤过软心。再原谅你，甲余德胜假做志成的代志，安婆我真清楚你是官人啦，骗过第一摆，绝对有第二摆。所以我才叫你来我身躯边同我斗三工，想袂到你竟然敢阁骗我。头家，我唔是故意无甲你报告的，海刚伊是来找我，唔是来找小姐的，这拢唔是借口。我给你一个机会，我不准以桥跟余德胜见面。假使你若敢搁骗我，我绝对会帮你跟余德胜耍。有听到无？是。我无白乱想，我是真正预示着你的未来，你会为着我死，我哪会当见死不救啊？你安尼日搞低调调，我感觉我会先较早死啦，我。到底要安怎做？你才愿意相信我？喂，你话人伫倒啊？代志大条啊啦！是啦，代志确实大条啊啦。恁家迄个大小姐即摆还颠条条，唔紧放我煞。你真正唔知影死我呢？你去甲人送转来啦，啊若无哦，咱要送咱上山头啊啦！我甲你讲真诶啦，你用上紧的速度哦，甲人送转来，一秒钟都袂当去耽误着，听得无？免闹吓惊啦，知啦知啦。我讲大小姐，我先送你转去好无？你给我放开啊你！啊，无除非你答应我啦，答应我讲，你袂袂话，会我找着，安尼我就乖乖转去。小姐，歹势啦，我有代志哦，要甲志武余先生讲啦。啊，你等我一下好无？我来讲啦，之前哦，咱骗业工哦，阮头家哦，足袂爽的啦。我即马总算知影哦，伊想要叫我做伊的司机啊，伊就是要监视咱两个啦。你就是伊的乌名单，所以自即马开始，你马上消失伫业界人边头去，起来去走啊，莫再来。喂，你若是假消息哦，我一定想办法甲你找出来。哦，我讲非礼勿听，你是毋捌听过哦？拜托了，你给我放开，无我真正叫你害死了我。哦，代志才无恁讲的遐尔恐怖，好不好？只要我家己去甲阮爹爹报备，甲伊讲是我想要甲余德胜做伙，安尼啊。安尼我会死紧啊！啊，我怎就恁讲遐尔恐怖啊？我大小姐，真正拜托的，咱连普通朋友都唔是的，你安尼讲，全世界人拢误会，尤其是恁爸啦。袂啦。只要我甲爹哋哦，甲话讲好清楚，伊就袂误会啊。嘿，小姐，拜托你莫安尼啦。啊，你要找算，无要紧啊。啊，不过哦，你莫让别人知影，啊，若无我会叫抬头啦。无，即摆是公事，你较尊重个好无？我啥物时阵要甲伊算啊？无你阁有更好个方法吗？哈？无，咱两个人就秘密来往，安尼就无代志啊。你即摆先对我转去房间，我有句话要甲你讲。你莫想过笑话，即马都替我甲房间开房间过来，你想过好？阮正经的，我预知未来代志，从来拢唔捌出差错。所以哦，我想到即马上妥当的方式，就是你暂时伫饭店待来，安尼你都袂拄着危险，我就会当随时救你啊。你甲我等一下，你爱我住来住你遮？嗯。哇，安尼好话。
我讲你真正个，你特别搞食豆腐，你特别搞头前安尼有准拄煞，啊，今麦你竟然啊消未脱，搁爱我大人要搞我乱进，我讲你真哎呀吼，真正是爱个太变态、太恐怖个啊！哦，虽然讲你记住吼，一个查某囡仔，啊，你真无礼貌，嘛真占溜啦，啊，不过真正袂当安尼，清清菜菜吼。我会当买着我家己的性命啦，不过绝对袂当让你母甲我真正失心球啊！你是要去倒位？我小马，你转来未？都，我身边也好，你才出声啦。哦，你来的人是阮爹爹，你无需要避啦。无啦，即马这间房间内面就干咱咱两个尔，我真正超我淡水河我都洗袂清啊。到时恁爸呢？哥讲哦，我什么性骚扰，派人把我对杀，我搞刁命，我都无教死，我真正会叫你害死啊！我。以前啊，你有在来对我？嗨，弟弟。哦，恁在这里故在应声啦。无啦，我拄只伫洗手间内底啊。你今日走去倒？我不是千交代万交代，叫你莫乌白走，你偏偏又不爱听，害弟弟我烦恼，你知影无？弟弟，你唔免遐尔烦恼啦。我只是想要四界行行看看尔，照久无转来台湾啊，我嘛足好奇，讲台湾即摆变成啥款啊？你若真正想要出去吼，我交代司机载你出去就好，何必逃走？哎，我问你啦，你应该毋是住喺外口交到啥物歹朋友吧？喏，真正无。我会记讲，你从来毋捌暗看弟弟任何个代志。弟弟。别对我遐尔严肃好不好？我只是想要来一个城市冒险啊！而且我唔是足紧就转来啊，啥物好烦恼？好啦好啦，啊，即个准煞。小，你是安怎要欺骗爹哋？你是甲讲你无接触我啦？我问你这些。歹势啦，弟弟。小啊，你吼生活单纯，唔知影外口有偌济变身啊！进前我甲你伤心，唔敢甲你讲，其实这余德胜，唔是一个好人，伊就是专门咧寄生上流社会的粪扫尔。我无可能会接近你，更加无可能会伤害你。弟弟。好啦。你若继续对你哥哥甜哦，我绝对会报警抓人。听到恁爸讲话，你有听着吼？我就甲你讲啦，恁有一人的世界，甲我的世界，真正是完全拢无共款。阮爹哋哦，是咧欺我便宜，所以话才会讲到遐尔重。其实伊平常是袂安尼。恁爸仔囝哦，恁的代志我无想要插啦。不得啦，咱尽量莫为虾米交差比较好啦，甚至要暗中做朋友拢袂当。你著继续做你的大小姐，我做我余德胜就好啊。拜拜。哎，我相信我家己的判断力，你唔是一个歹人。你相信是你咧讲的啦。恁爸讲无唔对啦，我确实做过真济歹代志，我惊我讲出来，连你都唔敢听啦。不得听恁爸的话啦。好，赶快过来找我。